今天是九九重阳节，在慈济呢有许多的环保志工，年纪大依然发挥生命良能。今天志工早会正言上人表示，人的生命能做到最需要的才是生命的价值。时是时间，空是空间，不管你在任何一个空间啊，都有我们发挥良能 的地方。生命良能展现在百岁人瑞的身上。今年104岁的黄章兰花，这是在2年前他102岁时所拍摄。他的环保步伐、细腻手法，在捷运站的角落。假个老还是赶快呢，服务人生啊！他看到了人家丢的，他就去捡。这是什么物件？豆粕。豆粕要去倒位？阿妈，你哪会用豆粕啊？内底有水哦。啊！你去家要做什么？去点人，要人去爱坐人地。他每天呢，就是带了一块麻布呢，去擦擦呢那样的这个石板椅哈、哦，他都是呢给一大早来运动的人可以做。我亲人呢？没有哎、台湾就是我一个。还有这一位李月娟阿嬷，今年102岁，在2009的影像记录中，阿嬷的生活无余，但就是独居孤单。慈济志工陪伴她走入环保。本来身体不大怎么好呢，我现在来做，身体越强越壮了，好开心呢。从她无聊的人生啊，打打麻将度日。那现在呢，把打麻将的这个双手呢，已经开始投入做环保了。李月娟阿嬷，她至今依然做环保，身体挺得直。我还要给上人做一个中国仪，谢谢中国的礼仪，中国的礼仪啦，中国的礼仪啦，就是这样叫谢谢啦。对对。还要跟九九重阳节要向长者学习，人生的生命能做到被需要的，这才是生命的价值。